没有在病人身上发现严重的内伤，一些小伤，门诊部门已经处理过了。现在呢，病人基本上算是稳定，但后续我们还得进一步观察。那他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他的头部受到强烈的撞击，这是很麻烦的，有可能醒不过来。所以啊，我们呢尽快的通知家属，如果我们需要手术的话，需要家属签字的。 明白了，谢谢医生。不客气。静姐，医生怎么说啊？医生说不太乐观。杜猛的电话在哪儿？在我这儿。 杜猛受伤了，受伤了，怎么回事？行动中出现了意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他没事吧？医生说现在还不好判断。那医生，马上，哎，睡了吗？有个朋友来找你。啊，我马上出来啊。杜猛那边有最新的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一定找时间去看他。真是够辛苦的，都正常。啊，加班成我们的事儿。哎，阿姨，您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了。没事没事。哎，您的水果呢？不，行，真不用，真不用。程雷，你怎么来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作为一个电脑工程师，想查到你们家在哪儿不难吧？哦，也是啊。马上。嗯。我今天是特意过来跟你道个歉的。那天我说话确实重了一些，对不起。也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哎，打住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不用特意来道歉。再说了。 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啊？那就好，我过几天就回去了。妈妈身体怎么样啊？不太好。我哥说了，过两天把她转到市里来。你说我没什么本事。 赚不到钱，帮不了我哥，他现在还这样，你说让我怎么办啊？你先别担心，
我们都会一起帮你想办法的。小玲，哥，你醒了。家里的事我来解决，不能麻烦别人。我喊大夫去。你说你这个人，要面子真是深入骨髓啊！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你还醒不了吧？ 这都辞职了，有什么打算吗？你这么关心我，要不然你给我介绍工作呗？我哪有工作给你？你自己就是猎头，以后我要换工作还得找你呢。嘿嘿，我打算回北京，还是干猎头。你不知道，哎，有个公司想让我过去很久了，我过去就是总监，而且各方面待遇都还不错。北京。 北京挺好，首都嘛，机会更多一些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天天在家里吧也很烦，还不如出去工作呢。哪天走，我就送你吧。我后天上午走啊，你不用送我，你好好工作你的啊。也是，交通这么便利，大家想见面也不难。 我现在知道你们家住在哪儿了。以后周末不忙的时候，我会常去你家看一看。毕竟你父母现在岁数也大了。哎，不用了。我跟你说啊，我爸我妈身体可好了。再说了，我所有的亲戚都在双亲，也都能照顾得过来。放心吧。嗯，是。但是你现在离家远了，又得忙事业。我没事的时候去看一看。这没办法，男人嘛，总得忙着事业。 不顾我，相信我的能力，家庭和工作我都能兼备。这么自信啊？来，喝一杯，干。静姐，留我哥一个人在医院，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医生不是已经说没事了吗？你就放心吧，你也在这着急半天了，你在这儿啊，他也睡不好觉。 你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买了早点再来看他。好吧，那就谢谢哥哥姐姐们了。小李，你送他一下吧。好，嗯，跟我来吧，车在楼下。科长，我跟汪总也先回去吧。嗯，走。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 安科长还真是火眼金睛啊！你别贫了，你这么晚来干什么？我关心杜某，来看看他，他还好吗？已经醒了，医生说没事了。行，那我去看看他。嗯，他牺牲这么大，肯定没让别人发现是他吧？还是你了解，跟我来吧。 他晚上呢？你来干嘛？听说你撞脑袋了，我不得来安慰你一下。来探病，没有鲜花也没有水果，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几点了，大哥？水果店都关门了。下次你要再摔了，哥们带全套来看你。去你的！盼我点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之后一定会升职加薪的。你是祝福能走点心吗？ 说真的，你们这次太危险了，下次一定得想好几套方案和撤退路线才能行动。怎么着，大晚上跟我上行动课呀？我这是在担心你啊。再怎么说，咱们俩都是并肩作战的兄弟，更何况，你这要真出了什么事儿，安心不得哭死。行。 知道了，你跟静姐，你们俩说开了。嗯。
那你们在一起了？嗯。挺好。哎，以后对我们静姐好点啊，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许她欺负你，不许你欺负她。你这也太偏心了吧！我们俩可都是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啊。废话，我们俩多少年感情了？行，你是病人，你最大。哎，要不然你叫一声静姐夫来听听，快！你小子还没怎么着就想占便宜啊？静姐还没答应嫁给你呢，不嫁给我嫁给谁啊？那谁知道啊？你没开车啊？我打车来的，陈磊找我吃饭，跟他喝了两杯。他找你干什么？他说要跟我道歉。之前我提出技术审核片段化建议之后，他不是接触不到合成数据了吗？因为这事儿，我们俩还吵了一架。你跟我说过。但是我总感觉这个人，他是从侧面打听我接下来的动向。虽然在鼎华他的嫌疑是最轻的，但是也是我怀疑的对象之一。更何况，现在鼎华出了这么多事情，他还和苗璐谈恋爱。现在除了邹教授之外，他是最接近技术的人。但很难说他到底是不是有意的，都有可能。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来说，真的很难判断。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做个局。什么局啊？我跟他说了，后天上午我回北京，但是我回北京的时间，除了我父母和你，就只有陈磊知道。所以我那天去机场，你派组人跟着我，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看着我。没问题，交给我吧。师傅，那咱们走吧。送我回家。嗯，你想跟我约会啊？那我就勉强配合一下，很勉强那种呗。对。来了吗？啊，起来吧。哟，都收上了。要帮忙吗？不用了，我又不是小孩，我都30了，爸，我自己收拾啊。把这个带上，你妈给你做的。哇，这是我最爱吃的烧土豆。真香，爸，还是您有福气。没忘什么吧？没有，放心吧。爸，你有事儿啊？没有，没事。你妈还在厨房坐着呢，我去帮帮她啊！哎，说完过来吃饭啊。还没做好呢。好了，马上就出锅了。哎呦，来，一大早做这么多肉，吃不了吗？哎，我来。儿子最喜欢吃我做的排骨了，这回回来他也没吃上几次，这不是要回北京了吗？就多给他做点呗。哎，吃不了这么多呀。吃不了，让他打包带走啊！反正现在飞机也快，下了飞机直接搁冰箱就行了。行。哎，妈，你做这么多菜，咱们仨怎么吃得完？哎呀，吃得完，你放心吃，吃剩下的全都是我跟你爸。
啊。干嘛呀？我们一起吃呗。对对对，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你妈呀，一大早专门给你做的排骨，多吃点。谢谢妈。哎。哎，小橘子，回北京之后要记得常给我们打打电话啊。我现在跟你爸也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了，如果像以前那样再给你打电话吧，就怕打扰你工作。您放心吧，我会经常给家打电话的。方不方便给我们留个地址啊？有空的时候我卤点菜给你邮过去。当然方便了。但是这邮寄的话，最好是等天气凉快点儿，要不然这路上容易坏，多浪费。哦，对对对对，行行，来来来，多吃点。哎，要说我们不担心你，那肯定是假话。我们知道你工作的重要性，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支持你，也为你感到骄傲。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凡事别逞强，啊！我跟你妈身体都挺好的，家里的事儿就别太惦记了。爸，爸妈，你们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因为是家属的关系，所以市局这边也会进行照顾。我爸这儿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您啊，送货的时候别老自己去，你让手底下人去。您这一把年纪啊，别把自己累坏了。妈，啊，我可得好好说说你。我怎么了？您做协防员这事儿我不反对，但是你也别逞强，别什么事儿都往前瞅。你这让我们父子俩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哎呦，这让你说的好像我没长脑子似的，这真是哦，长了。哎，你才没长脑子呢你。行，赶紧趁热吃吧啊！来，快吃这个啊，多吃点啊。爸，妈，你们不用送了，车就在楼下等我呢，你们回去吧。儿子，千万注意安全。放心吧，儿子大了，他会照顾好自己的，是吧？算了。车吗？到机场。行了，儿子不会有事了，别瞎担心了。谁担心了？我告诉你啊，你剩的饭必须都给我吃了。行行行，我都吃，都吃的。科长，我还需要一段时间对比筛选，最好让他重复的再走一遍。不行，如果继续重复走这段路，对方很有可能察觉。即使真的有跟踪者，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我来试试。我能确定，他们后面没有重复的车辆。
马上，程雷没有来，他去上班了。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你后面没有可疑车辆。知道了。安科，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有几个虽然不是这个航班的乘客，但是我都一一排查过了，是旁边航班的。好，收队吧。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8903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由18号登机口迅速登机，谢谢。哎呦，我的新室友来了！哎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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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北京那儿怎么样了？好的不能再好了。北京市局对我们这次行动给了相当大的支持，他们对这趟航班的每一位乘客都进行了相关的调查，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马上。嗯。你这次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多想一下没有坏处吧。杜猛带回来的头发 DNA 还有指纹充分表明了出现在现场的就是蝙蝠，你之前的判断都是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先盯好蝙蝠，这个人还没有离开，就说明对手还没有放弃。杜猛，你怎么样了？我没什么事儿了，就是头还有点晕。那你好好休息，这个月顶华的项目就会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和敌人决战的时刻。Hello, V, where are you? What's up? I need to see you. You got a job for me? Well.It certainly won't be an idle chit-chat. Okay, I'll come and see now. Oh, no, no, wait. I will send you my new location later. See you. Have a seat. I never thought I'd see a place like this. Me too. What happened? Don't act like you don't know. I only hope you haven't exposed my position. Not yet. Good. Then tell me.How much do you know? Well, I know you've been doing dirty work for Hermes. I also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omething on Hermes that could hurt them. They're putting on the pressure real hard. Very good. And I will just skip the explanation.
Just remember, no matter how much they pay you to betray me, I will pay double for your loyalty. That's very generous. So what's the mission? My agent is executing a mission in China. If successful, I bet Hermes will not only treat me well, but also will beg me to sell. What if you fail? I will be turned into a scapegoat. The worst case, silence me in the process. Listen, I want to help you, but I'm so unfamiliar with this case in China. But they are unfamiliar with you too, which means you are in a safe position. So don't worry. You going, just a precaution. So who's your man? You know him. But he looks a bit different now.恭喜啊！恭喜！不过说实话，这项目跟了这么久，我连基本的技术原理都没有完全的了解到。公司对这些信息是藏着还掖着，我好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又好像完全没有做。我都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庆祝。你这人啊，就是太轴了。不过我就喜欢你这样。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以去跟所有人说你是这个项目组的成员，而且还是邹教授的特别助理，这还不值得庆祝吗？至于这个项目你参与了多少，参与到什么程度，没有人会管的。可这些对于我们技术人员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就叫附加值。你好，打扰一下，请慢用。谢谢。不客气，快吃吧。姐，那个发布会随行人员名单定下来了吗？定下来了。老程在不在里面？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这次随行人员名单，程雷不在里边，你好好安慰安慰他。凭什么呀？他是邹教授的特别助理，再怎么说也是项目最后阶段做了很大贡献呢。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公司有公司的考虑。那也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但是公司真的很看重程雷，这件事情也不代表什么，所以叫你好好安慰一下他呀。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最后连发布会都不让他去，我怎么去跟他说呀？那就得看你了，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唉，行吧，行吧。那我去了，去吧。好，我知道了。鼎华那边回复了，随行人员的拟定都是根据我们这边建议来的，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好，我已经跟丹河市局打好招呼了，他们会全力配合我们专案组的行动。你们的详细计划我看了，还不错。不过马上，你觉得对方一定会在这种时候出手吗？因为在这个时候出手，他们才会有绝对的优势。首先，我们这一次是属于跨地区执行任务。没错，这次就算有丹河市局的全力配合，也不如我们在双清来得顺利。对，这一点他们一定可以看到。第二，这次科技博览会是鼎华第一次，也是为数不多的展现他们项目的机会。说不定这项技术啊，未来十年二十年都得锁在鼎华保险柜里，见不了阳光喽。这项技术一旦被锁起来，别忘了鼎华可是有国企背景的企业，以后监管力度会更大，
所以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如果他们没抓住，以后再想盗取，就会更难。而且这个任务已经持续太久了，我觉得再拖下去，他们自己也耗不起了。我刚收到消息了，蝙蝠订了去丹河的机票。好了，这件事100%确定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次行动。 除了要将已定目标抓捕归案之外，重中之重，就是要引出沉睡者。是。还说什么公司有公司的安排，总得有个道理吧？太过分了！把我劝好了，怎么自己都要生气了？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我得到的都是附加值啊，附加值都值。我就觉得这事没道理啊。 我们就当，自己去参观自己的劳动成果啊。那公司名单上没有我们，那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啊，对吧？那你能接受得了吗？我知道你特别想去。当年这个项目就是你爸爸一手促成的，好不容易到了今天。 你肯定有希望和你姐姐一起见证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刻，那咱们就当去散散心啊。真的，我什么都能接受啊。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了吗？这做人不能太老实。哎，我今天就有改观，我不但去，还要坐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见我成雷来了。对，没错，这种时候就是不能怂。那你们不带我们玩，我们自己玩，我看你们心里过意去吗？ 宋局，一切还好吧？一切顺利，你这边呢？丹河市局的同事已经在酒店房间还有场馆内发现了非正常的监控设备，说明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等邹教授安顿下来，一起开个会。明白。 请您稍等，我们先检查房间。有这个必要吗？这是我们的工作，请您稍等片刻。好，谢谢。邹教授，我们会24小时轮班守在您的门口，请您放心休息，有什么需要叫我们就行。好，谢谢你们啊。看到你们那么专业，我们也能稍微安心一点。这项技术意义重大。 还请你们多加小心。放心，邹教授，好久不见。哎，没事儿，这是我们公司以前的同事，不用来。<笑>不是，这怎么回事？搞得这么正式啊？这是我聘请的专业安保公司的人。啊，你好，你好，小马，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回北京了吗？我呀，就在这家猎头公司做总监。 您现在可是国内这个领域的头号专家，要是您想跳槽的话，您告诉我，待遇什么的我都可以帮您谈。<笑>我都多大岁数了，还跳槽啊？马上，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这刚走就别动这些歪心思了啊。<笑>好，那你们先聊。 那邹教授，您明天怎么安排？到你房间开会，带上苗菲。明天我就在酒店里，尽量减少外出，也减少安全方面的隐患。好，检查完毕，您可以入住了。好，谢谢啊。不客气。那明天见。明天见，早点休息。哎。
苗总，有空聊两句吗？好，那就拜托你们了，辛苦。哎呀，哟，打闪了。冷不冷？不冷。你好，欢迎光临。你好。你好。哎。这都湿了。看什么呢？哎，你饿了没？我突然饿了。那个。你先上去洗个澡，别冻着。我身份证，先办理入住啊。那你马上回来。嗯。快点啊。好，你办好了告诉我哪房间啊。嗯嗯。哎。你好，你好。Coincidence. Jeffrey, you might need some help. Where's Pat? Relax. Jeffrey insisted on being this way. You can't know your identity, much less meet you face to face. When did you arrive? Just today. You guys come in my room, my plan. You know that. This is just business, man.Jeffrey wanted me to tell you. He's given you an ultimatum.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You w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 Okay. So where's the bad man? Setting up the cameras in the hotel. Ah, I see. What? You got a problem? No, nothing. Speak up, spit it out, man.You're trying to use them to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the MSS, right? Joe. No, it's bad. Sacrifice your man just for an opportunity. Isn't this what you really do? Hey, have you ever thought you will be next? Maybe. So how are you gonna get it? It's not your business.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will sacrifice me. I'm not an idiot like them.Listen, I can turn a blind eye on this one, but once you get it, you got to give it to me straight away. Let me remind you, you know what we're capable of. Better not be on the fence on this one. Easy, man. I will give it to you. Have a good night.安静，说一下发现监听器的事。是这样，我们跟踪了蝙蝠，发现他在酒店和场馆内有异常的举动。等他离开之后呢，丹河市局的同事进行了排查，发现他盗接了整个场馆的监控系统，并且在酒店的房间内安装了监听器。怎么处理的？我们会提示场馆的安保人员在开园之前对整个的监控系统进行一遍核查，更改监控路线。酒店方面呢，我们直接给邹教授换了一个房间，这样可以在不惊动蝙蝠的情况下，让他的整个监控计划泡汤。好，做得很好。我怎么觉得对方的这个举动，好像有点鲁莽？确实不排除他这是在给隐藏的沉睡者打掩护。苗小姐，你这边随行邹教授的人员，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我按照你们的要求在路上尽力观察过了。不过我也不是专业的，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嗯，而且随行人员除了我之外，都是鼎华重组之后国企这边派来的人，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你知不知道，你妹妹也来丹河了？苗璐来了。
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像只身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你说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使命，不惧风雨勇敢前行。哦，你说这辈子最平凡的哪怕一生无名。